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我现在先甩下给它是属于比较散一点点的。然后呢，它的腰是做松紧带，是做松紧带，大概可以拉到这样吧。里面有一个不透光内，可以遮住那个手臂的肉肉，它就是露出就是你最瘦的地方，就锁骨跟肩膀。然后呢，也可以遮住你的屁股跟大腿，然后做一个伞裙的。你们近看一下，它这个是粉色的底，然后是做红色的花，有一点干燥玫瑰色的花。它在胸口这边，它是做这样子。翻折下来的是做翻折下来，然后有做吊带。我里面穿黑色内衣，它是完全挡住，完全挡住，完美的这样子，就很像那个什么，很像那什么千金大小姐的那种的，这样这样，有没有很好看？微微的小高腰，对不对？对，微微的小高腰，所以腰腿看起来会长，这样，怎么很美？这样子去海边就是要这样拍。